下礼拜五，然后大概两点那边。打到几点？那个很快，那个大概半个小时。在哪里打？那个高雄火车站。啊哈！这什么回路啊？搁炸七粒卵回来。嘿，煮嘿蛋饼，唔知煮啥货，像咧煮面皮，煮呀，啊卵无用，啊甲炒炒转来，甲炸转来，唔知煮啥货，粉啊，而且人家说是用低筋面粉，他用中筋面粉，但是吃起来就皮，甜甜的皮这样。是刚好有加到松饼，然后就说啊来做啊。啊，那个哎，松饼店拢乖乖。哦，怎样呢？啊！